次训练到底是什么？讲他换了颜色，什么感受？就是说到做到吧，因为四年之前我就说过这句话。想对你的教练说什么？太辛苦了，太不容易了，他为了陪我，自己的家庭都没那么照顾，一直陪我在一起，所以非常感谢他。你觉得和四年前自己相比，现在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没有区别。在之前有想过你会破纪录，还是说这是还是外部的？现在不破奥运记录，你好意思拿冠军吗？在冰丝带。所以比赛前我注意到放的是周杰伦的歌，你听到了吗？然后放偶像的歌曲，什么感觉？一下我就放松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还对未来四年说，看看四年什么样。现在拿到金牌，还想对未来的四年说什么吗？好好休息，保护好身体，因为现在伤太严重了。因为。速度滑冰这项目，只要你有一点伤、一点失误，你就无缘前三，甚至前十，你都当不了。